昨天给小花买的骨头，今天给她煮一点。下雨了，把棚给伸出来。小花，快回来，下雨了。你看到七哥就跑。那边跑不出去了。花花被逮住了，抱不动。阿彪，你也上去啊，下雨了。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来，上来，上来，亭子里边来。哎，对对对，跟你花姐玩一下。这里好，就把他们放到这儿，一个凉亭，下雨也没事儿。昨天在超市买的带鱼，今天把它做了。先用油给它煎一下，把带鱼煎熟，然后再来炒料。两个小家伙开饭啦，来，花花来这边，花来这边。阿彪，不要激动啊，控制好你的情绪。来，你也开饭了。慢点吃，花有点够不着，刚过来点。两个在一起玩，绳子都给缠住了。吃完了？谁让你吃这么快的？啊！现在盯上花花的骨头了。你不能像你花姐一样慢慢品吗？谁让你这么快吃完了？啊，阿彪，每次给他吃的不多，但一天要吃5顿，少吃多餐。它太小。好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不吃了。羡慕花花是吧？你太小了，怎么能吃骨头呢？啊？
冻得好烫啊。这会儿把小阿彪给急的。要不把他抱上车吧，看他这样看到花花吃的也难受。花花，好吃吗？走，带你上车。好了，我去那边啊，上车。一点蚝油，一点盐，一点鸡精，出锅了。油炸香辣带鱼，嘿嘿嘿。嗯，这样，不这样，还是。这个比较下饭，嗯，啊，下饭，太下饭了。你放锅里还有，好，放进热碗里，一锅卤好了。